实时新鲜事让你脑洞大开，这里是创七十二变，我是大庆。作为一种天外之物，陨石的美自然不必多说，而全世界最美的陨石就是咱们的富康陨石，内部闪闪发光，价格媲美黄金。陨石作为一种天外之物，由多种矿物质组成，也称为陨星石，一般分布在森林、沙漠、高山等人迹罕至的地方，难以发现，数量也极其稀少。事实上，最为人所熟知的陨石应该是世界最大的陨石，咱们的吉林一号。没想到世界上最美的陨石也在中国，就是新疆的富康陨石。2000年，新疆富康市一位当地人在戈壁滩上发现了一块1吨多重的陨石，然后暗中寻求买家，直到5年后出现在美国，被切割分解成近百块碎片，以每克300美元的价格公开出售。根据公布的资料得知，这块陨石正是那一块富康陨石，属于石铁陨石，重达2006斤，非常罕有。在不起眼的外表之外，切开后的内在美令人叹为观止。拥有银一样闪亮的蜂窝状的镍铁晶体，晶体里还镶嵌着半透明的金黄色的橄榄石，闪闪发光，活脱脱像一个发着光的蜂巢。阳光穿过时呈现出彩色玻璃般的视觉效果，也难怪价格会一路高涨，还引得各地藏友争相抢购。更多新奇尽在创七十二变，欢迎大家来关注。